有一个故事啊，无时间关系，唔当免讲啦，吼。第一个头个故事我听过咯，嗯，捌啦吼。所以你爱甲你家己放伫对个所在去发挥，吼，安尼当创造上大大个价值。那这个重要个生命，价值个生命，吼，不在富贵名门外钱，在啥？当地地理志，好、哦，那有意义的信仰不在于出处的经验偌济，在啥咱下当无怨无无悔吼，无怨悔了吼，啊，相信的信仰不在那个地心哦，外那吼，在啥咱有得到定金之物，公平的信仰不在新鲜报喜的偌济。在下当无为之物，无他咧。清净的生命，不是讲咱念想吼，啊，做做参详念求偌济，是下当随用心产。智慧的生命，不是咧研究佛法的偌济，是下当提高境界无。哦，健康的生命，不是伫这个营养补充偌济，是下当用善用正气无。成功的生命，不是因着偌济掌声啦吼。是会当万古如风波，快乐的生命不是食吃喝玩乐的多少，是会当超心表示才是上大的快乐嘛吼。幸福生命不是讲享受偌济，是讲咱法度修德行正，正报啦吼。好，那时间关系，我爱跳下去了吼。人那上是一个垃圾啦，有心无？嗯，有一个垃圾的心哦。不过你老心。你个比较点，迄公平敢有走出来？嗯，咱想有啥？所以你说这个质量有重要无？嗯，重要哦。啊，你有点哦，爱会当去控制伊个生命个价值吼。那所以有心嘛爱去较点哦。好，那当然我知影大家拢做愿意跟老师做伙共办牧师。哦、那老师会跟咱讲，哦，这条歌可愿意，我愿意哈、哦。在此会跟咱讲，这个会当做人，无简单爱会当珍惜，爱来好发信念的脚步。那这个缘分呐，非常无简单哦，唔通自暴自弃，哦，爱收记，哦，去记好咧，一天比一天过较好啦。咱若昨甲今仔比较，我叫比昨搁较好，安尼就会收入好安尼吼。那伫自身做起，假我比伊帮伊啊吼。即、這个假我，同款咱讲个假我吼，要安怎来同帮伊放下？好，那所以人哦，为虾米有叫做人？伊就两笔啦吼，一用一笔结用，一笔结因。人生的即个我吼。你若共假我三相都对待，有是非，有欢乐，有挂碍，所以咱爱共这假我